分手啊，真希望可以好好的就是推广他一下。娇娇在阅读第一次唱歌的时间是就是2013年要跨2014年的那个跨年，就是我也是在那一天第一次就是拿麦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那天也是唱了炸斗的歌，所以炸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以前就很喜欢，然后那一天开始它又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存在。还有人下半场会不在这里的吗？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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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我现在就要赶快再一次自我介绍一次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卡巴娜娜。哎，不要忘记我啊！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很怕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有遇过赶时间，然后可能下半场就先行离去，然后就还来不及跟他宣传一下我的 FB 啦，这样。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下半场再讲一次。然后我下半场还说好了，就是我按照惯例都会习惯把驻唱的歌曲全部打成就是歌单，就是会有歌名跟原唱都会放在我的粉专上面。对，那如果是大家今天来听我唱歌，然后有听到哎好久不见的歌，或是啊今天这首歌我还蛮喜欢，我想听看原唱的话。都没有问题，就是可以直接到粉专，然后我会直接有那个资料，你可以直接复制贴到 YouTube 就可以找到了。嗯，好，为什么不吃你的饭饭？我刚一直在偷看他，就是看他就是哦，眼神飘走，自主规律哦这样。我有学乖了，我今天。有先唱，有先吃饭，有先吃饭，有先假公啊。对，那要为大家带来就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重要的。对，他唱歌的时的那个月份我都记得，就是，算前年的九月吧。我那一次驻唱，所有歌单全部都是送给一个。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，曾经也在这边出勤，然后成为偶像的人。对，那当时就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阿里阿多》，是送给他的。应该是那些歌单都送给他的、啊。对，那为大家带来是《阿里阿多》。